那接下来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希望啊，你输入一个姓名和性别以后啊，你就别再输入下一个，是不是意思？你应该让这输出怎样，把这数据弄出去，弄完以后你再输下一个，能明白了吗？大家这怎么做到的？在生活中应该是这么做，叫做比无论输入还输出啊，谁都一样，谁先说输入好了是吧？输入这哥们儿吧先过来，他是不是要输入，是不是先明确一下啊？这对不对啊？说老师我把它整呗，这个是吧，你得看这里边到底有没有数据，如果有数据你还输入，输覆盖了，对吗？那就这意思吗？那怎么办啊？这哥们过来应该先判断一下有没有数据嘛，是吧？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应该这么做一下，干嘛呀？资源当中我们应该多定义这么一个标记，听懂吗？专门用来判断这里边到底有没有数据，听懂意思吧？有就往里放，没有等等说反了，没有就往里放，有就不要里放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人取嘛。所以呢咱们上来以后怎么样呢？默认情况是不是没有啊？我先删了吧，默认应该没有，哎，就是假嘛，对吧？然后呢输入哥们吧，比如说他呢就是得到职权了是吧，一进来一判断说哟你假呀，假说没有啊，没有就往里放啊，记得听懂吧？往里边放了，看着啊，就存了一个叫做 Mike 啊，就存了一个叫做男，这欧巴，哎，存完以后大家接下来呢这边有东西吗？有啊，有了怎么办？你别就假了，是不是错啊？这个能懂吗？这个你肯定是吧，你都往里边扔完以后是已经有东西，你当然告别是处了吧，已经有了嘛，对吧？那么大家接下来你认为这个哥们是不是还会持有执行权？这才刚才分析的吧，对嘛？因为这可能不复制一次啊 ，CEO 助理还有一次执行权呀，是吧？还会一直复制多次。那么大家，这哥们复制完一次以后呢，因为还持有执行权，他是无限循环的，又回来了吧？这一回来，他是不是做完切换要复制为那女了呀？对吧？出事了吗？你这复制不覆盖了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大家这个时候，他应该做一个动作了。刚才我们在往里边复制之前，是不是要先做判断？是的。刚才给假的时候，他说没有，所以复了值。复完以后，他还继续持有执行权，一进来判断是为真了呀。哎，当为真的时候，他应该往里放值吗？就不往里放了。那么为真的应该干嘛呢？我跟你讲，按理说为真的时候吧，就应该是输出线程要输出了吧，对吧？可是他持有执行权，是不是？那既然有东西了，他再运行就没有意义了呀。所以这个时候吧，我们就需要让他什么停一下，是不是吧？那停多长时间呢？那就不知道了，是吧？说老师停十分钟行不行啊？那就废了，行吧？我们也不知道停多长时间，但是我们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等人家取完了你再行，是这意思吧？多长时间不知道，反正人家只要取完了告诉你说，哎，那个网完事了，你这个往里放吧，行吧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用到一种动作，这个动作呢在之前我们讲过，叫做输入线程如果判断为真的情况里边有数据，它就不需要再动作了，就意味着它应该是释放执行权，再释放什么执行资格，是不是？因为 CPU 没有办法处理它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叫做处于冻结状态。冻结状态我们曾经学那图的时候学到了两种方法，一个叫 sleep， 一个叫 wait， 是这么回事。所以呢如果注意看着啊，如果为真有没有，等会儿啊，如果 flag 为真的话，我们就怎么样，是 wait 呀，这一 wait input 就处于了冻结状态，这 O 了呀，是的，就 O 了。那么它一冻结，是不是意味着它这块可以运行了呀？因为它是它在处于临时阻塞状态嘛，是吧？那么它运行的话呢，它运行是不是也过来要判断这个啊？就标记啊，一判断，哎，为真，是不是有东西啊？有东西，它是不是正能给输出提供条件？是的，那么它就过来输出了。那么这是什么样呢？就输出了一次这个麦克南。那么大家一输出完，是不是把这值已经操作过了呀？
操作过以后怎么样？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改回来呀？行，就把它改回来，这没办法，改为甲就可以了。那不什么玩意儿？改为甲就可以了，是吗？改完以后，大家接着嘛呢？等我听我一下，托尔斯，我说一下啊。改完以后，大家你知道他是不是还持有执行权呀？是吗？那他还持有执行权之后，他是不是还会回来输出来呀？他一回来，是不是先换的标记啊？你看到怎么样？放生了，就没东西嘛，大家没东西，他还需要再输出吗？就不需要了。那他是不是应该等待呀？对不对？是的，他应该做等待动作。所以说这也是一样，叫做什么？叫做如果，注意听，他什么时候等待？啊？他是不是应该是非 flag 才等待？对吧，大家？哎，你们不用再想飞不飞了，输入是 flag 等待的话，输出是反向等待，就完了吗？大家，你瞧，我给你们说一遍好吧？如果要是为 false， 是不是里面没东西？那么 flag 为 false 的话，非假是不是真呢？那就是不是等待？对不对？晕了哈，逻辑思维能稍微找差是这样吧？很正常啊。我再说一遍，咱先看这个内容哈，这里边没东西，我说不能输出，对对哈。那么没东西是不是应该为假呀？是吧？那没假我就不需要输，我是不是要等啊？对吧？那就怎么样啊？你非来为假嘛，非假是不是真的？那么如果真满足的话，是不是等待了呀？明白了，就这么回事嘛，是吧？好了啊，这我不再多说了，那个位置等待了嘛，是吧 ？O 了吧 ？O 了 ，O 了吗 ？O 什么 O 啊？大家你没发现？两边都等待了吗？是这意思吧？那你两边都等了，下面搞什么搞？别搞了嘛，为啥？俩线程全冻结了，你在搞什么搞？接下来你们注意到，大家，这个哥们应该是什么呀？应该是说，在将这个标记从真置为假以后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应该在下一次等待之前，先把这个哥们要唤醒啊？叫做什么样啊？叫做哎。只我取走了，你往里输入吧，是吧？哎，我等在这不动了嘛，能懂意思吧？那就 O 了嘛，大家。所以啊，他应该做个动作，知道吧？叫做我们将 flag 置为 false 以后，怎么样啊？要做些什么？这叫 notify， 叫唤醒的意思，听明白吧？叫唤醒的意思啊。那么大家在这边是不是就醒了呀？那么醒完以后，他一判断标记是不是为假了？哎，是不是没有内容了吗？那他是不是又往里存了一次利利女啊？存完了以后，他是不是把标记改为真了？那么改为真完以后，他是不是等待了？可是他等待天真的怎么办？是不是唤醒他一次啊？这能听懂吧 ？OK， 所以他下面应该做这样动作，就是 flag 要置为真以后，他是不是要做一次唤醒动作呀？说白了，这哥俩是在互相唤醒，哎，就这意思嘛。注意看，我再演示一遍哈。我一看没有东西啊，我往里放了个东西，放完以后呢，我就叫谁啊？我就叫那个舒先生说，哎，那里边有放东西了，回来取来吧，是不是？哎，过来取，我叫的意思吧，是吧？那叫完了以后呢，我这边是不是等待了呀？是吧？我就是不等待，我在自动回来抢资源回来运行的时候，是不是这边有东西了？那么我一样会等待嘛，听明白了吧？那么他就来了嘛。他一来了，然后呢，把东西取走了，对吧？不，他就判断说，哎，有东西啊，哦，有东西是吧？好，取一次 ，OK。取完了以后，大家他是不是要把这标记置为假呀？置完以后说，那个输入线程我已经取走了，你就输出那个先说的输入吧。那么是不是意思呢？他要到你办一次，对不对？哎，就互相叫一下嘛，大家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说如何能完成你输入一次我输出一次的动作，听懂了大家 ？OK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，那在进行多线程间通讯时用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制，就是等待唤醒机制。那这种机制大家用的频率相当高，而且也是一个比较重点的地方，所以大家要重点掌握一下。咱们把代码吧重新复制过来，注意咱们单独写一个 resource demo 2，这里边我们专单独说这个等待唤醒，那注意往这看，这个重点讲的就是等待唤醒机制了。啊，
等待唤醒机制里边呢涉及了一些方法是吧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那涉及的方法有涉及的方法都是什么样啊，第一个是 wait， 第二个是notify， notify 啊，其实还有第三个，大家这个呢叫做 notify all，这一会给大家解释哈，先别着急啊。到这儿呢，就把这个设计的方法给大家介绍一遍。介绍完以后吧，我把这个方法的一些具体特点给大家一一的做介绍。那首先先说这 wait 是让线程干嘛呀？处于冻结状态，知道吗？处于冻结状态。那这个时候的线程呢，是会释放 CPU 的执行权和执行资格的。那同时我跟你讲 wait 的线程啊，那被 wait 的线程会被存储到那线程池中。大家有可能会很疑惑说，老师什么叫线程池啊，是吧？你可以先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池子，听懂吧？所谓的线程池是一种形象的称呼，其实池就称为什么，就称之为容器。大家都知道池子是用来装东西的呀，对吧？装水啊，装其他的嘛，都装东西用的嘛，对吧？只不过这个池子呢比较特殊，装什么呀？装的是线程，听懂意思吧？就是线程嘛，现在没死，听懂意思吧？就是没有消亡，但怎么样啊，但是不运行了，能懂意思吧？那这房子地方存起来呀，是吧？就放在线程池当中，是这么回事，这个就称之为线程池。欧了意思吧？哎，欧了，被存到了线程池里边了。而这个 notify 干嘛用的呢，是吧？这个嘛呀， notify 是用于唤醒什么？唤醒线程池中的一个线程。这个人一个人怎么来的？是任意的啊，没有顺序啊，没有顺序，是任意的。那唤醒线程的任意的线程，而到了这个 notify all 不用再废话了，什么呀？这是唤醒线程池中的所有线程，让这些线程都处于什么？都处于运行状态，或处于临时阻塞状态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让线程怎么样？具备了执行资格，懂了吧？执行资格是这样的。那这是这三个方法的特点。那么大家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程序里边准备试用一下，注意往这看。那现在呢，我就准备要加入这动作了。怎么加入 ？Look。首先我判断吧，是吧？如果啊，等会儿稍等啊，咱把这标记先写上，是吧？叫做布尔型的啊 flag， 它在默认之后先写什么呢，看这个清楚点，叫假，不写它也默认假，是吧？几个字里边怎么样啊，如果 flag， 那说大家如果要是为真的呢，就 wait， 大家不为真是不是就往里边复制啊，能看懂吗？嗯，不为真就赋值，赋完值呢做切换嘛，对吧？做切换的时候大家就知道，如果这个为假不用等待，直接赋完值以后，是不是要把这标记怎么样，是不是改为真呢？哎， flag 等于什么？等于 true， 这都明白了吧？哎，等于 true， 等于完以后呢，大家怎么样啊，是不是咱得去唤醒人家那个输出线程啊，是的，再唤醒一次，是这么回事。可是我 notify 一次以后，大家一定对方就执行吗？不一定吧，因为有可能对方这边还没有进行等待状态呀，对吧？注意听，对方没等待的话，我唤醒有意义吗？这是没有意义的，懂吧？但是我空唤醒一次是可以存在的，这能明白大家 ？OK。那么他有可能还会持有执行权，一回来判断真了吧？哎，这不真了吗？一回来真了吧，如果为真满足了，是不是等待了？对，他会自动等待的，明白吧？会自动等待的。 OK， 那么现在这是不是也是一样啊？如果什么样啊，如果非 flag 有没有，我就等待，否则怎么样？否则就这样子呗， flag 怎么样啊，置为 true， 哦不什么置为 true 去了，置为 false， 这什么 notify， 是坏有对方啊，听懂了吧？ OK 了大家，那
到这儿呢，就把这个事儿给说完了，那就这么简单点事儿。那么接下来大家啊，我给你们把这事儿呢，就是着重强调一下啊，就是大家光看着那个 Wait for Notify 呢这个例子吧，大概有那么点模糊的印象了，是吧？说哎，老师大概有这点意思了啊，说我呀先判断有没有嘛，完事以后呢，我再赋值啊，有没有赋值，赋完值以后呢，再把它改成有，是吧？那么改成有，我自个儿再回来都不行了。对不对啊？是对的。然后对方就说到底有没有啊，是吧？有的话呢我就输出，没有的话呢我搁不住等待，明白吧？就跟着我就把这只改回来就完事了。那告诉那个输入线程说里边已经没有东西了，是的家并过来让他干嘛呀，往里边输入啊。这个等待唤醒相当于什么呢，是吧？咱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。那在小的时候玩过一些游戏，这些游戏都体验出来我们现在所学的一种机制啊。这个游戏是什么呢？大家小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没有任何道具的情况下都玩过一种游戏，叫做什么冰棍化了或者木头人，就是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嘛，但是呢说的事儿是同一个。咱们举个例子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比如说我们这帮小朋友，对吧？啊，怎么办呀？玩游戏呗，是吧？在操场待着没事干。玩什么游戏啊？没什么道具，好不好？咱就剪刀石头布，是吧？找个那个最衰那个，是吧？或者咱们一般玩手心手背嘛，玩去吧。哎，找一对衰的嘛，是吧？大家都出手心，你出手背，是吧？那就你了，对吧？哎，然后干嘛呢？你来抓，我们跑，对不对？你抓着谁，谁就来抓，然后你再跑，听懂意思了吧？你这么玩嘛，是吧？这都玩过小时候，是吧？必须的啊！这要是没玩过，你童年得多不幸福啊！童年都靠这过活的，知道吧？那你比如说是吧，这帮哥们儿跑吧，有哥们儿在抓嘛，是吧？张三在抓，那一帮哥们儿在跑，张三马上就抓着李四了，李四，冰棍儿，对吧？或者木头，懂我意思吧？就定在那儿了吧，懂了吧？这一定在那儿就不能动了吧？那么其他人是不是就开始跑啊？那么他抓这人不？就不抓了吗？就抓其他人呢？那么其他人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可以过来救他呀？对吧？啪一拍，化了，那个人就跑了吧？就玩过这东西吧？哎，必须玩过是吧？其实老外那帮哥们也玩这个，知道吧？啊，跑跑被抓了 ，wait， 这帮哥们说英文对吧 ？wait， 哎，那哥们不抓他，跑抓别人去了吗？那是怎么样啊？过来以后，啪一拍的 ，notify， 是不是就唤醒了呀？不会啊，就这么回事。那这是 wait notify 的特点，好吧？那有就是说，老师，你玩输入方法有道理的 all 吗？是吧？就唤醒所有嘛。就是说，抓人的歌吧是刘翔，有没有？啊，还说了唐，对吧？啊，你说这不是 wait 是全 wait 了，是吧？这全 wait 他搞什么东西啊？是吧？然后刘翔说搞什么东西？来，出玩。是吧？这全唤醒了吧？是不是都能动了呀？听到了意思吧？哎，这就是我说的什么样呢？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叫做 notify all 的特点，那叫做全唤醒。欧美啊？啊？你别当时跟我说，老师，游戏我听明白了，代码不懂，是吧？那就完了吗？大家那不废了吗？是吧？我现在就把这个说到这边说一个比喻呢，是为了让脑子去理解这个题。那到这儿就到这边了，后面的 OK 吧，我就不再继续了，好吧？啊，能解释概念了吧？接下来大家，那要说一点，就是这些方法都必须定义在同步中，都必须定义在同步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方法是用于操作什么？操作现成状态的方法，那必须要明确，那到底操作的是哪个锁上的线程？这句话呀，大家可能看上去不太好理解哈、啊，意思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大家都知道，咱们这一个程序当中或者一个类里边呢，我们能写的同步是不是有很多呀？对不对？
有很多里边，比如说我有一个 A 同步，有一个 B 同步，有个 C 同步，是不是啊？我有三个锁 ，A 锁、B 锁、C 锁，三个锁，好吧？你呀、你在 A 锁里边当当被 wait 了，听懂意思吧？我拿 B 锁的这个 notify 对你有用吗？是没用啊！哎，这个你要听不懂没关系，好吧？我们操场上啊，有两伙小朋友在玩的游戏，这边一帮，这边一帮，懂吧？这边小朋友 wait 了，这边能过来救吗？听懂了呀？哎，所以这个 wait notify 是用来操作线程的，其实说白了应该说监视线程状态的。那么一旦状态发生改变的话呢，大家他们必须明确我是改变的哪一个锁上线程，听懂了吧？哎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锁的特点就在于什么？是不是在最多的线程中同步啊？换句话说，这四个线程是属于哥们儿的锁的，有没有？是到我这来运行的，对吧？那么我这锁里边对着线程进行操作的话，大家其他锁的方法能对我来进行这个操作吗？就不行了吧？这个听懂吧？哎，所以大家你们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，他们必须要明确自己所属的锁，换句话说，你到底 wait 的是哪个锁上的线程。你如果 wait 的是 A 锁上线程，你就只能让你只能用 A 锁的 notify 来唤醒 A 锁上的线程。 OK 啊，哎，那么说老师这个事儿我能听得明白，怎么来标志出来呢？是吧？来往这看，你发现这个 wait 和 notify 是不是处于这同步里边？对的，那么大家你就应该标识出它所属那个锁 R 点，明白吧？代表的是 R 这个锁在怎么样调用这个 wait 的方法，线程一进来是不是进了 R 锁呀？ R 锁里边线程被 R 锁的什么 wait 的方法是不是给改变状态了？对了，那么你只能用谁？是不是只能用二锁的 notify 来唤醒？这能理解了吧？那你必须标识啊，为什么？你不能瞎唤醒，懂吗？你瞎唤醒出事了，我跟你讲。人家那边本身就位置好好的，你突然给唤醒了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对吧？人家由人家那边来数的算，你别数的算 ，OK？ 所以这个必须要明确不同的锁。那么大家进来这边是不是也一样啊？那就是二点 wait。R 点 notify， 当然这个 flag 本身也是资源里边是什么属性吧，所以就是 R 点 flag 啊，这个和锁没什么关系啊，这个只是说它是 R 这个对象里边一个属性吧，对不对？就这边都写上了哈 ，R 点啊，这个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，给大家说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注意这块 R 点 wait 这个比较重要，那要有所属。那么再接下来，大家有可能会有哥们儿比较有兴趣说，老师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查阅 API 去看一看这 wait 到底的方法呀？是的，大家打开看一看，是吧？这 wait notify 说了半天都什么东西呀？大家，我们找到加油乱包里边的 thread 类，注意看啊 ，thread 类找方法去呗 ，wait notify 找 wait 就可以了 ，wait 是 W 打头的，看着 W 打头的方法 ，A 呀 ，C 呀，什么 D 呀，是吧 ？W 谁呀？当当当当，哎。S T Y W 呢？你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 wait 居然不是线程类当中的方法，对吗，大家？啊 ，wait 是不是用来操作同步中的线程的？是的，它居然不是线程的方法，挺奇怪吧？你的操线程嘞？你怎么还不是线程方法嘞？是吧？这有点疑惑。但是呢，它居然能用是为什么？它应该持有这方法吧？往下找，它自身没有，是不是找它爹去？对吧？它有父类 object 里边的当当当当当，看到没？有味吧？这第一个味就出来了。为什么这味的方法居然定在了 object 的地方当中？而没有定在 thread 当中。再问继续来看哈，我们点一下 object， 看到这哥们里边真有 wait 的方法，看到吧？真有 wait 的方法。这 wait 的方法呀，是在其他线程调用此对象的 notify 或 notify all 方法前，知道吗？导致线程的等待。换句话说，此方法的执行就好像它执行什么样啊 ？wait 零一样，其实调的是这个方法。哎，跑哪去了？去调这个方法。
看吧，哎，其实跟我们常识是一样的哈。其在其他线程调用此方法之前呢，或者超过零时间量的呢，会导致线程进行等待。当前线程必须拥有此对象什么？监视器，大家所谓的那个监视器就是这个锁，懂吗？这就是监视器。那为什么它在监视什么呀？啊，它在为的在干嘛？在操作指定监视器上的线程，懂吗？线程进到 R 里边来，大家 R 里边建立线程啊，是吧？因为它是这个 R 是一个锁死区域嘛，对吧？锁死区域嘛，那么这些线程呢都在 R 这个锁上在运行的。OK，那么这个 wait 呢是专门干嘛呢？操作 R 这个监视器上锁状态的方法，听明白吧？我们也把它称之为监视器方法。我意思吧？监视器干嘛用的呀？是不是监视线程用的呀？我给你们简单解释哈，老师哪儿监视线程了呀？哎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啊，这 R 锁嘛，是吧？老师，它监视线程了吗？线程进来以后，对吧？这个锁是开着的，里边没有线程吧？是不是进来有线程了呀？进来以后，其他线程都进不来啊，对不对？这好像什么呀？这不就好像 R 就跟那把关一样吗？对吧？这监视线程的嘛，听懂没吧？你立成锁也行，立成监视器 OK 的，大家那专业术语叫做监视器了嘛。那么大家接下来往看哈，这里边有很多哈，就此方法导致线程怎么样啊？叫导致线程当前线程称为 T 嘛，是吧？将其自身放在什么对象的什么等待集当中，看到吧？等待集有没有？这啥意思啊？是的，线程池，这懂了吧？放哪线程池里边呢？大家。哎，你说如果我这里边有两个线程池，你说是哪个线程池啊？那不就是 R 的线程池吗？对不对啊？听懂了吗？我再说一遍好吧？我这里边有个 wait 嘛，大家我注意看哈，我如果故意的写两个同步的话，好吧？我就举个例子好了啊，大家这是两个同步吧，是吧？我再加一个宽带就可以了，我就不加一个宽带了。这是 A 锁，听明白了吧？那么有的线程在这里边进行操作呀，有些人在这边进行操作呀。是这样的吧，大家？那么你要是如果被这个 A 的 wait 了，大家，你是不是要被 A 脑一拍呀？对吗？那就意味着什么呀？意味着有两个线程池嘛，对不对啊？一个是 A 的线程池，一个是 R 线程池嘛，那可不就这样吗？要怎么区分呀？大家明白了吧？OK，那么怎么区分线程池？当然是按照谁啊？是按这个锁的概念来区分呢？就这意思。然后呢，放弃在此对应上的所有同步的要求。那出于线程调度的目的，在发生下列四种情况的时候呢，线程 T 被禁用且处于休眠状态，听明白吧？就是说，在其他地方调用到这方法之前的时候呢，哥们儿在被唤醒之前都是怎么样啊？都是在被那个 wait 的。那么这个我就不挨个看了，太多了，好吧？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就没有必要呢再去往下看了。我看啊，下面有没有必要呢？就是由于 wait 的方法处于当前能放置的对象线等待集当中，所以它只能解除此项的锁定，是这样吗？可以同步当前线程的任何其他对象在线程等待时处于锁定状态。此方法应该由作为此对象监视器的所有者的线程来调用。那是对的，什么所有者线程啊？所有者不进来了呀？是吧？所有线程嘛，是吧？老师没有必要挨个解这话了哈，我只要把这事儿你们说清楚就 OK 了，听明白吧？说清楚就 OK。那叫做，如果我们被 wait 了，那你在哪被 wait 的？R，那么你就被存到了 R 的线程池当中，听懂了吧？那么接下来输出线程，如果调到 notify 的话，调到谁的 notify？是不是 R 的 notify？是的，那么就唤醒了 R 这个线程池里边什么？而 R 这个线程池里边是不是监视这线程啊？对不对？监视这线程嘛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所属。那好了，到这儿呢就把这事儿呢搞清楚了。那 wait notify 这个基本的概念说完了以后，注意听，有一个刚才我留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这个操作线程的方法放到了 overget 的类当中呢？这作为了解的哈，叫做为什么什么操作？线程的方法，那这个 wait notify all 那定义在了什么
Object 类中呢，大家为什么呀？啊，因为这些方法啊是什么？是监视器的方法，对不对呀？监视谁呀？对呀，监视器其实就是什么？就是锁嘛，是不是意思啊？嗯，这个我们可以辩证去这么理解嘛？大家，你看你门上挂个锁以后，这个锁是不是起到一个监视作用啊？是吧？就这么意思吧，你不要以为是光摄像头是监视作用嘛，是吧？监视器呢，就是一个锁，其实他们就监控着这个线程所运行的一些状态啊，其实就是那个锁啊。那么锁可以什么？锁可以是任意的对象嘛，对吧，家？那么任意的啊，任意的对象，那调用的方法一定定在哪儿啊？定在 object 当中，对吧，家？这就完事儿了嘛，最简单的事儿。这作为了解的啊。好了，到这儿呢就把这点事儿呢说完了。那、这个锁，大家你们要是不愿意理解什么呀？这里边的词儿很多，你看到了吗？我说线程迟，他非得说等待级，有没有？哎，他说监视器，我非得说锁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好了，大家，我们以锁为例，这些呢都是用来操作锁的方法，听懂意思吧？其实应该具体说，应该说谁？是不是通过锁上线程的方法？对不对？哎，谁碰到了 R 的锁，谁可以喂它？是不是大家操作锁上线程的方法？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的话，这名称呢统一一下吧，这样好理解，好讲课。OK。别的不耐废话，说老师，你这都已经加入被子了，你把这种等待唤醒机制了，你能实现刚才你说那个一个一个间隔输入输出吗？是吧？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签个屏，注意往这看，编译写错了，这什么样啊？二编译，注意看这儿啊，注意这是正常的，懂吗？这是正常的啊，大家往这看，这个未报告的什么异常，加到烂点 interrupt exception， 这个叫中断异常，大家必须得进行捕捉或以便进行抛出，这题是不是已经相当熟了呀？是吧？说到这儿发生的49行，大家看，就我画这位置，看到吗？为什么会发生呢？不知道。那么我们看一眼，注意往这看，在进行为的方法调用的时候，发现这哥们是不是也抛出异常了？我们对于抛出异常方法是不是进行处理啊？是吧？要么捕捉，要么声明，对大家。而在我这里边，是不是只能捕捉？对，声明不出去，因为 run 方法是不是没声明过异常啊？是的，所以我覆盖上不能做这些事情。那么大家这里边呢，老师就简单做一下，大家注意往这看。我再问一点，这个异常你们在哪儿见过？对 ，sleep 方法，还记得吧？而 sleep 和 wait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都能让线程处于冻结状态，知道了吧？像这种方法都会引发异常，但是到底怎么引发的，后面会给你们讲一下，重点讲一讲。Interrupted exception 啊 ，OK 了，注意啊，老师是处理偷懒的吗？啊，其实不应该这么处理的啊，后面我会单独做这个处理的。好了，这搞定了，接下来大家这个问题解决了，那我们来一个编译就。不对，这二得留着运行，刷着刷着随便运行 Ctrl R 就 C， 大家看这不是间隔的了吗？是吧？你弄一个我取一个，你弄一个我取一个，就搞定了，能明白大家？ OK，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最简单的等待唤醒机制的过程。那等待唤醒机制把这图理解完，大家就 OK 了。不断的是在做这些标记的切换，不断的在做着互相的等待和唤醒的动作，听明白了吧？搞定啊！这是比较简单的部分。